张宗宪、包提杰、陈孝荣、林书伟、宋宇轩穿着富邦勇士队新商品球团提供。记者林月甫综合报道。第十五季 SBL 超级篮球联赛明日在台北和平篮球馆点燃战火，而三日才要迎来首战的富邦勇士今日宣布推出全新球队商品并正式开卖，期盼支持他们的球迷能用酷帅迎接崭新赛季。上季无缘队史首冠的勇士，本季卷土重来，跟网罗手上有四枚冠军戒指的总教练许晋哲，搭配台湾喷射机张宗宪、本土洋将蔡文成、林书伟及第十二季帮投员缔造四连霸的杨江赛勒，欲争取最高荣誉。勇士本系主轴以团队为核心价值，传达 Brave On 勇不止息精神理念，而全队都穿上球队新商品拍摄形象照，完美呈现新球季的气势与精神。富邦勇士队新球季团队合照，球团提供。林书伟、张宗宪、陈孝荣、包提杰、宋宇轩五帅环合体入境，可说是帅度破表，俨然像是潮牌服饰定妆照。而渴望在新赛季找回昔日身手的张宗宪，此次首度替球队拍摄商品照，更用其专业表现令现场设计师与摄影师大为惊艳。勇士推出全新商品，包括经典勇士连帽衫、 Brave On 拼接短 T、 勇不止息形象短 T， 维持勇士一贯高质感设计，让球迷们轻松穿搭就酷帅有型。另外玩美复刻球员版球衣的球迷版球衣 Braves 草写后扣帽、盾形队徽运动外套、经典队徽运动毛巾，满足球迷们进场加油、日常或运动穿着的各种不同需求。勇士全新商品在 Momo 购物网及 DV 篮球部落上架，敬请球迷们预购从速，与勇士众球星一起帅翻新球季。